新人，简单师，各位领队，各位组长，各位新人大头，大家晚安。好啊，我那边不稳，先不讲了。做一日还朝门迎听钟来，我用力说，谢人心事书呆，逆定将你只求福田，不求出离心事苦海，诸心欲别复何可及。逆定国气，自叹地位，处处温馨破解知识，国族一体，大庭五客，将我待意，不利依法为第六代祖，非得俗气，不得低地，思量皆不重要，建成之行，天下事界，由诸处者，轮到上帝，亦得建成。当然，金牛片呢，拄啊好讲着咱迄个玉作平来书呢，拄啊好讲着，讲到呢，做一个款朱文吉中人啊，因为咱只讲迄个，可能五座呢去看到迄个六座呢兵士，兵士才从咱来的，所以伊就有想要。找一个衣钵传人就对了，所以呢，伊就当然，伊嘛要讲直接就讲，直接传到六祖嘛，所以总是爱对伊的文字有交代嘛，所以较叫伊的文字拢来，世人心事事大，逆定将你之求方便，不求出离心事苦海，诸心若别，复何可求？即句话嘛是咧甲因迄个文字讲，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伫底？咱修行的目的是伫底？而即句话当中，咱着真正一针见血去看着讲。修行不是干要求福报，是要真正会当解脱生死啦。若无真正要解脱生死的时阵，为什么要来去修行？所以伊伫遮直接就甲伊讲：世人生死殊在，世间人生死这件代志呢，这两件代志呢，是上解脱的。为哪讲？因为每一项代志拢阁有将来的机会，唯有生死无有将来的机会。每一件代志拢有演机，但是生死是无演机的。所以伊而且着直接来讲，生死这两件代志。而且生死过程当中，咱拢无去体悟，无去感悟。无去了解，一个人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，伊就是等待死亡迄天的来临。每一个人拢同款，只是时间不同款而已。所以直接就来讲，世间人的生死是上解脱的。因为像我伫较早伫当兵。伊咪拢叫我食菜，伊食菜，你较早你有哪参我同款？收到尾啊吼，参我哪同款？死路一条。我伊嘛死路一条，我嘛死路一条。咱嘛袂当老板讲是无唔对啦，但是层次不同款，后台结果是不同款啦。所以有哪拢死路一条。既然死路一条的时阵，咱要安怎会当？超越这个生死，就是咱修行的重点啦。虽然生死，咱无法度去掌控。生死毋是咱咧掌控的嘛，啥物时阵，咱的迄落要离开这个世间，咱嘛无法度去掌控。但是，咱有法度，咱讲生命的长度，咱无法度去决定。
但是它的深度、宽度、厚度，可以由我们自己去决定啊。哦，所以你家一看就人讲，你定将这支流发给，我就是讲，因这分钱呢，哦，当然无错，看到伊的分钱，每一天当然有在做功课，有在做啥课，但是可能真正对心性这块。无作用功夫咧落实啦，吼，啊是伫个人修持方面呢，拢是咧追求着一切外的咧福报而已嘛。所以伊较难讲，讲定立定真将这志求福的，恁拢知影人求福无尔，无着有工作咧做无着，吼，就亲像，吼，这是我爱感受啊。像咱伫厨房同款意思，厨房个厨师足辛苦无毋对啦吼，但是有个人吼，有个厨师嘛是咧甲因反映讲，因体位班都无起来，毋捌起来三楼听道理呢，因拢干呐伫迄个厨房安尼做尔呢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因是毋是呐，会当安排一个月互因伫厨房服务。啊，一个月起来顶完听道理啊，安尼较会富贵双修嘛。啊，无你讲讲一来做，是足辛苦无毋对啦。但是有当时啊，若拄着代志的话，有当时啊，若较无智慧人去转化的话，伊嘛是有难点的。哦，所以呢，同款意思啊。虽然讲拢是寺庙咧修行学道，但是嘛。嘛是拢为拢追求着福报而已啊，没有真正离迄个自性的心地咧落实咧用功夫啊。所以人讲不求出离成事可爱，恁就是讲无要求会当出离着生死的可爱，因为伊这来讲啊嘛，吼、哦，人生的可爱离不开生老病死。啊，搁有迄个爱别离苦，愿真贵福，五蕴胜福，求不得福。吼、哦，有人生有遮济的苦，啊，因拢无感受着嘛，啊，因拢无去体会着嘛。为甚物修行阿哥，咱就是要离苦得乐。啊，为甚物搁伫即个苦海当中，而且得洗出来啊？所以伊才甲伊讲。自性若白，福何可求？自性呐，去哦，未歹去，未歹讲啊，你讲无，伊就我都有哪有咧做，吼、哦，有咧做，有咧用功夫，但是用唔着所在，啊，啊，这福报的时阵呢，咱有一日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阵。这个福报呢，当对咱有帮助，哦，所以呢，伊较讲逆定国气自堪智慧嘛，出自本心发切之意嘛。所以你看叫伊个文人呢，爱去看家己个智慧，因为智慧发切之心呢，每一个人拢有，哦，每一个人拢有嘛，毋是讲。上尾啊，因甲讲以教授书为主，嘛毋是安尼嘛。啊，所以五祖嘛是要试看因，迄文人到底因的根基到啥物时阵，到啥物程度嘛？哦，因为发这之心，每一个人拢有啊。哦，啊，你爱做一首期待我看。哦，其实伊嘛是像咱爱讲讲修行。嘛是爱分科技单，我就亲像咱咧读册同款，拢爱分科技单，科看物仔个嘛，看有认真无嘛，看有用着功夫无嘛，吼、哦，若无个话吼，你拢平平伫即间，伫即间寺庙咧修，到底是真正咧修，还是迄落马马虎虎，吼、哦，还是咱来讲讲假象对白安尼？所以伊嘛是爱分一个课题互因啦，我
所以这分一个课题，其实咱嘛拢会拄着啦。就亲像讲哦，迄个人生的咱会去拄着足多问题，啊，拄着足多问题，就是咱分科技单，互咱咧甲咱起功夫啊。啊，你爱会晓去应用，爱会晓去思考，用你的智慧，变啊去来转化。那无的话，其实有当时啊，伫即个不管伫家庭上也好啦，事业上也好啦，还是朋友之间也好啦，迄有当时啊，人嘛拢会赞科技单互咱的，哦，啊，人赞科技单互咱，就是要甲咱考，啊，你爱用即个角度去甲伊，变啊去甲伊转换，变啊去甲伊思考，那无的有当时啊。不重要题，咱就去用课的，咱嘛唔知影咧。哦，啊，用课的唔知影，就是表示讲咱的内心还佫修改，咱还袂落实伫即个咧做嘛。哦，有当时啊，咱来比我感觉哦，平常时啊，若好代志感觉足顺啊。哦，平常时啊，你若好代志感觉一切都很顺心，很如意啊。但是有当时啊，若去拄着人，甲你讲一句话，甲你刺激着，会你迄个负面感袂了。有当时啊，控制袂了会了个呢，啊，迄就是人咧分出去大个人嘛。哦，所以呢，伊才讲，恁拢去做一首戏来互我看呢。如果会当换着迄个意，换做要爱的迄个意境就对啦。拿来护理依法地地来在做，会一速去不得异地嘛？哦，就赶叫伊赶紧去思考了，对啦，就赶紧叫伊去思考了。但是伊去甲只讲，思量则不重要，见性之意，思言下思见。哦，也是讲，其实。要安怎去讲这个嘛，无法度用言语，无法度去讲，啊嘛，唔是用你的起心动念来讲的，只要你的心有咧动，啊咧就是有当时啊拢是妄念啦。啊，其实迄个发切之心，就是你要把握当下，迄个当下呢才是真正的。你若搁想咧，就有疑心啊。哦，你若去想咧，就是有分别啊，有对待啊。哦，所以伊遐讲咧，肉诸处者，论得上品，亦得见性。伊讲，其实呢，伊讲论得上品呢，就是讲，较早拢咧讲讲哦，啊上阵要去买即烧钱就对啦。啊，上阵要修行，你一定爱袂当有退缩的心，一定爱一直往前嘛，不畏艰难，不畏困难，啊，不畏危险，一直往前冲嘛。啊，一直往前冲的，迄个当下，你嘛会怎见识？哦，迄个就拢无个思考空间啊，哦，就亲像你咧建军同款啊。伊嘛无可能讲思考讲哦，即枪是要拍入去，啊，即枪即个是要拍的是吧？他当下拢无考虑，敌人就是敌人，当下就是爱财爱断掉啦。所以迄个当下迄个心，伊最主要是讲，咱迄个当下迄个心就是咱的如来住性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当然这段话呢。伊嘛是我做嘛是甲伊勉励讲，真正讲，迄个人生真正的意义到底是在哪里啦？哦，就是爱咱去勉励求会当出离即个生死苦海，所以个重点就是即个生死嘛，啊人生的正义这样。哦，当然伊嘛各有讲着咱的自信啦，啊，你自信。自信伊的每一个人拢有啊，但是要会当去
甲请到迄个主持人对呢，可能就较困难啦，吼、哦，可能就较困难，啊，因为这是无法个请见啦吼，啊，如果报告了不对的所在呢，我们能负责任，还有咱的人事设备吼，我是刚开到遮，感恩。